德华站内起矛盾，一级甄姬学一技能，配合朵莉亚到底能不能率先抢完现身到二级，辅助爆星星的测试是不可能。最后教练陈夏上场，结果啪啪打脸。这有啥用啊兄弟，要这边是游戏讨论游戏的问题，你们大家都兄弟沉默不言对吧，请做好准备，沉默不言也不需要你来做这种话，人均出击总得调节一下气氛，这不是调节气氛是吧，打成这么都是太子的逼啊还调节气氛兄弟，我们应该自责，你不在这水里面 A 你是 A 不到伤害的，完了惊讶了二级了，你看是能打的，打吧打，是你打的手法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家打野呢他会来打这么久，但是一换一也不亏啊，这样你家打野已经炸了，这样子你打这不是抢先吃物了，你没发现吗？那再来吧，再来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对面就炸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家野区就崩了。那朵莉亚，那打朵莉亚不是在搞笑吗，兄弟？那朵莉亚在那里发呆的，不打对面中单了。那我让你过，不是我的问题，反正我抢压位置的。再来一把，我的问题，我没皮肤，我的问题，刚皮肤，能不能打，兄弟？这不就都大家都一个技能，增肌升二，你也升二，我就不信了，对面一个，一换一的话肯定是对面崩的这种情况，也是，好像确实能打，真的是对面能打的，这个一星能把这个增肌直接抽死还是咋的？